satu itu deh.好了，所以我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奖励吧。首先第一关的奖励送一个帽子。你可以选两种帽子，选择其中一种吧。就这样子。第二关的奖励，送一个伤害皮肤。好，换了，你去看一下。然后看一下第三天的奖励，应该是个骑手。这样的一个骑手还可以飞起来了。然后第四关的奖励是一个玫瑰。是一个现金道具的武器。这个好像有点小，但有跳跃效果。好，然后第五天送一个套装交换券，椅子套装。然后有先选帽子，就是你有两种帽子，然后选择套装，有男女的。喂，打不到干嘛的？就这样子，就得到最后你选择了这个套装。这样子，我觉得可以吧。紫色套装。对。那么这一次完成节活动就看到这整个过程，还是特别有意思啊。就是如果你看不懂韩文的话，会比较吃力一点啊。